你们还没割啊？没有。我听说他们都割完了，都嘛？割的都快割完了。就是今天天要下雨，看这样子。啊，这下子发黄了哦。那天那个没得好黄的，我篱笆他们都割了。反正他们都割得了嘛，我们那肯定还是割得了噻。老规矩，还是先把口袋来铺紧，老地方大。午餐，幼儿园我们就多干点回去，再不就不花给吃了。不然太小了不，背包好点儿。哼，还要得，落不下去。哎呀，喂，你干嘛了？你穿短袖子，你要疯子啊？哪儿混嘛？这糊了几天是黄的了，那天是没得弄黄，你看。黄了的吧？哎，黄了，我的了。尾巴可能就跟我吃一顿，一碗饭嘛就有。这几块子又是赚的，我收的，很多地方都不收再生的，我这个地方就有。朋友你们，朋友们你们那个地方收再生的不？哎，还是可以。这几棵子就没有打农，也没施肥，啊，经常产品还是可以。所以有时候干活了还是比较偷懒的。你看这种秧椅子就是之前我们打的棵子，去年我都弄了的，这样子就是偷了事懒。加上我又想到那段时间不是天干嘛，这个田都开病了嘛，我就没有来整了。我以为它不发秧不生嘛，没想到还发的可以，现在想到都有点后悔。看看这些就没得。明年子以后我就晓得了，其实干庄稼或者干啥子，都是慢慢的积累这个经验。因为像我们来说哈，半年后的人很多东西都不懂，还要慢慢子学，慢慢子积累经验，这才得行。哎，今天果子堆出来没露水的有两块了。嗯。哦，你两百了，两百嘛小点的话，这边嘛大点噻，我这边要当你的两百了，不要的，来，你把朋友都我俩来上来走，不要的，可是我背都要大家我背都一半了嘛。当我的两倍呀，肯定的噻。你还过了那几条鱼，还捡起来噻。哎，这锅子过了，不是过来那泡椒肉，锅弄它。肯定要噻，跟全子一样的噻。哦，那我过了还多的嘛。嗯。早点过来泡椒，它这就是肥料了，都是。哎，好久还要来捡一下这种料底儿，它那种干一点的够不到的还有。那鱼来喽。没有。我接到鱼苗苗了，飞机。我瞧你那笨了，把手拿过来吊起，不想干活。废话，我好久不想干活了，该吊起。以前我割谷子也是弄过去割的，晓得吗？我是弄过去割的，我手指拇儿就要弄起支下来，我就弄过去支下来，咔嚓就割了。现在我不弄就割了，现在我换个方式，我要弄过去，我横起了，我要弄过去就割不到了噻，弄过去。
有你的陪伴了嘛。哥哥人现在比较心慌，我都按时就有点心慌，就一下就够得了。我知道咋哄了，东西可以随便吃，话不能随便说。你来吃噻。一个上午的功劳，有这一堆。他们都回去吃饭去了，我们两口子还要吃呢，难得回去。过远的嘛。天地把他电话说喊你去吃饭去的嘛。我不去。我让你稍微吃了又干了。算了。那是麻烦你要不晓得。耽误时间，多干会儿回家去，用来吃。哎呀，你中午吃两个糕儿。是没点力气的，空落落的肚皮，还是要吃饭，得劲哦。你饿不？我没有。你还没饿？嗯。好。到了噻。到了。干嘛再不吃了？没办法噻，没饺子的了。哎，包括整两个柿子，那个鸭子专卖头，还有那种花生的那个。